是什么时候烫的呀？2年前。你还在上学吗？嗯。半截了。你学什么专业？跳舞吗？音乐。音乐。你刚我你说你要上台表演。发际线长得很靠后啊。对，从小就这。其实你还挺光的。就是剃了之后，然后还不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靠后。在掉色一样，对，还在掉。它那个泡泡都是很白的那种。一直掉。它就已经掉成那种棕色。再往后它就有点偏黄。
Thank you.